为彻底解决金焰宗和木兰谷对加玛帝国的威胁，萧炎联手美杜莎，兵分两路，夜袭两宗营地。萧炎潜入木兰谷营地，击杀虎头长老，引得木兰谷众高手联手围攻。美杜莎除掉燕落天后，赶来为萧炎解围。能将后辈交给彼此的二人，成为了最值得信任的同伴。得尽快恢复斗气，好去接应彩铃。彩铃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他们追上来了。计划成功了，跟上。他们追上来了。你的飞行速度太慢，我们先找地方避一避吧。现在我们安全了，多亏你了，你没受伤吧？只要那个毒女不出手，就没人能伤本王。今晚你有什么收获吗？三兽蛮荒诀。怎么了？可惜只是一卷，没什么用。这个拿着。你把那两个老家伙也解决了？哼，我和他果然还是有差距啊。这功法对食人族更有用，彩铃你收着。嗯，那我拿去换一些炼制天魂溶血丹的药材吧。哦，刚才我从燕落天身上得来的，算是金焰宗的不传之秘。准确说，这是一种飞行斗技的制作方法，用高阶材料制作出实质性的巨翼。你若修炼成功，好处不小。那种飞行速度，别说你的紫云翼，就是我也追不上。这东西的价值可比三兽蛮荒诀高多了。彩铃，你拿着。还是你拿着吧。萧炎，我要走了。现在强敌已出，加玛帝国暂时没事了，我们蛇人族也该迁去新的领地繁衍生息。我得回去主持大局。我的族人在召唤我了。那你万事小心。放心吧。云山已死，云岚宗不复存在，萧炎少爷终于大仇得报。没想到才四年，萧炎哥哥就达到了斗皇级别，真让薰儿意外。小姐，药老在云岚宗之战中被魂殿之人突然出手擒走，没想到魂殿还是动手掳走了药老。林老，派人搜寻魂殿所在，当年萧叔叔的事，只怕也是他们动的手脚。是。魂殿，
我知道你们想要萧家那块驼蛇谷地狱。对了，小姐，我听说族中决定派人前往加玛帝国，去萧家搜寻你没有带回来的那份钥匙。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！炼制初期没事生蛋了，已经两枚了，都交给海老保管了。才两枚，算下来这些帝国最精锐的五品炼药师半个月才能炼制出一枚事生蛋。老夫自然会竭尽所能，不过这事丹王古河比我更合适，若由他来主持炼制，效率应该能提升一倍多。古河的炼药术毋庸置疑，但他和我的关系，想请他来主持可能性不大。盟主与古河是有些过节，但想要请他加入丹堂帮忙也并非不可能。法马会长有办法。盟主可知道名为丹塔的自由组织？丹塔？丹塔存在历史十分悠久，那不仅是炼药师心中的圣地，更在大陆上有着极高的声望。但进入丹塔的条件极为苛刻，必须有足够分量的炼药师组织推荐才行。如果盟主以日后能助古河进入丹塔为条件跟他谈，我相信他会愿意加入丹塔。嗯，可以试试。萧炎，你来干什么？刘兄，麻烦通报古河大师一声，就说萧炎求见。你们竟然能找到这里来，看来炎盟如今的势力果然已经遍布加玛帝国。萧盟主，有事便说吧，我今天可还有一块药田没有打理，不便陪你闲聊。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，此次前来是想请大师加入炎盟丹堂。加入炎盟？算了，我挺喜欢现在这生活，便不去你那炎盟凑热闹了，吵吵闹闹的令人烦躁。哎，你这家伙不是很想进入丹塔修行吗？如今丹堂的潜力可远比炼药师工会强，你若是加入的话，日后有丹堂推荐，你的愿望指日可待。你这老家伙少拿这个诱惑我，你以为除了你们这什么炎盟，我就没有其他路子进入丹塔了吗？若非我自认是加玛帝国之人，不想轻易离开故土，凭我的炼药术多有强悍的炼药组织来招揽。嗯，这老头。古河大师，既然你对帝国之外的其他炼药师组织并无太大兴趣，为什么不考虑炎盟？有什么需求但说无妨。哼，我倒是可以加入炎盟丹堂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请说。跟我比试一场炼药术，若你赢，我便加入炎盟，如何？啊，你这家伙，换个条件怎样？以你的辈分与萧炎比试炼药术，有些欺负人呐。欺负人？自从上次败在他手中，他在我眼里就不是什么小辈了。老家伙，难道你敢将这家伙当成小辈看待？他的炼药术可不会比你低。嗯，这家伙说的倒是实话。萧炎，怎样？与我比试一场，你若赢了，如你所愿；你若输了，以后就别再来打扰我了。既然如此，萧炎奉陪便是。哼，
那，请吧。嗯。老家伙，你说他们谁的胜算更大一些？不好说。古河能被称为丹王，自有其独到之处。可萧炎那小子也不是省油的灯。这些日子，从他的几次出手炼丹情形看，他应该也有六品炼药师的水平。所以，胜负难料啊。这才几年不见，当初那个小炼药师，居然能和老师比肩了。老师，哎呀，你们总算出来了，怎么样？谁赢了？我古河从现在开始就是炎盟丹堂的人了。欢迎丹王。居然让这家伙占了上风啊！发现了魂殿消息，我得立刻去趟初云帝国。不过去之前，古河大师，来丹堂一事，以后就拜托你了。盟主，放心吧。还有些钥匙，先失陪了。紫妍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彩玲姐带我来的，不过这几天她闭关了，我只好一个人玩了。你是来找彩玲姐的吗？我准备去趟初云帝国，过来跟她说一声。不过既然她在闭关，那先不打搅她了。听上去很好玩的样子，萧炎，我也要去。此行太过危险，你还是乖乖留在加玛帝国。都给我提起精神来。女王陛下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，绝不能有半点马虎。是，大统领。萧炎，你就是萧炎吧？没错，正是在下。看样子实力仅次于彩铃和四位长老。你这小子害得陛下有性命之危，我威权打死你。是一个只会躲在小丫头身后的人族。再向前一步，你就准备在床上躺几个月了。不愧是炎盟盟主，还真有些手段。炎盟与蛇人族本是盟友，你贸然动手，是想破坏两方的合作。你血口喷人，有本事和我打一场，还不是我的对手。杀了你不可！都给我住手！女王殿下，女王殿下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彩玲姐，你终于出关了！你怎么来了？彩玲姐，这个坏蛋刚才欺负我，要不是我晋升到斗皇，早被他一拳打死了。你胡说！哼！陛下，您说过，您在闭关期间不见外人，而且。他害得您闭嘴！萧炎身为炎盟首领，怎可随意与他动手？慧心，你身为大统领，应该知道我们蛇人族与炎盟的合作至关重要。
本王罚你去蛇窟面壁思过一个月。是。有事吗？小医仙传来消息，在出云帝国发现魂殿的人，我要马上过去，只是有点放心不下你。魂殿？我和你一起去。不行，你现在的身体经不起任何膳食，而且有小医仙相助，不会有问题的。你的实力我自然放心，可是我不放心那毒女，况且此次是深入出云帝国到他的地盘，万一他搞些手脚，我陪你一起去总比孤身一人好。放心吧，我信得过小医仙。算了，既然你相信他就随你吧，免得你怨我小肚鸡肠。我这不是担心你的身体吗？两年内我必定将丹药送到你手，这次你就别随我一起去了。我可不信在紧要关头那毒女会出手保护你，我必须跟着一起去。真拿你没办法。那你就随我们一起去吧，不过事先说好，你一定不能冒险行事。嗯，什么时候动身？越快越好。那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将族中事务交代一下。谢谢了。他真的为我付出太多了。对呀，你可要好好对彩玲姐哦。